现在来到万座温泉聚乐 Hotel 乳，那这边聚乐它是特别有名，就是说它的餐食评价很高。那我慢慢的就是拍摄他们餐厅的画面，这边都是饮料区，还有冷水，然后这里有餐具，最特别的是它这边有呷哺呷哺。有野菜的啊，猪肉啊，羊肉的呷哺呷哺，然后这边水果，哈密瓜、凤梨，不过荔枝，日本荔枝都湿湿黑黑的。哦，生菜沙拉，这边是冷盘。生鱼片、甜虾、味噌汤，这个应该是做拉面的炸物。熟食区，意大利面，这就是。晚餐的空间跟早餐的空间就会在这个招食区。我这里是上信月国立公园，这边有小朋友玩的设施，还有卡拉 OK。 好，就先介绍到这边，明天早上再来拍早餐。